这个被称为尔湾最经典户型的大独栋别墅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还有最后的两栋了。最后的两栋里呢，就包括视频里咱们看到的这个样板间。如果是你拿这栋的话呢，就是所见即所得，包括这样的大院子、泳池，还有包括房子里面一切的家具升级还有电器。为什么说这个是经典户型呢？首先呢，它是一个两层的带车道的大独栋，它是四个房间，每个房间都有独立的卫浴，一个房间呢是位于一楼的。那么除了一楼的大客厅之外呢，那么在二楼同样还是有客厅的。这种户型呢，生活就会很方便，每个房间独立的卫浴，互不打扰，而且双客厅，不管是家里来了客人还是朋友也好，都是做到互不打扰的。现在呢，咱们上二楼看一下它二楼的这个客厅。在楼梯的这个地方呢，还是有一个挑高的，这个感觉呢就非常的舒服。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 Chris 刘，咱们接下来呢看一下这个房子的大主卧。这个主卧呢就是另外一个经典的地方，一方面呢是有这样的大窗户，四个窗户在这边，另外还有一个大层高。这边是主卧独立的卫生间，双水盆，然后浴缸和站浴的一个设计。如果拿样板间这栋的话，那么所有的升级都是包含在这里面，包括墙面的贴砖，非常的漂亮。接下来呢，咱们看穿过二楼的客厅，那边呢是有两间次卧，这是另外一个经典的地方，就是主卧和次卧之间互不打扰。而且呢，这个次卧同样是采光很好的，而且呢还有独立的卫生间，就是在这边，里面有这种淋浴和站浴一体式的这样的一个设计。那么这边呢是最后的一间次卧，同样呢也是面积不小的，里面有两扇这样的窗户，同时呢独立的卫生间也包含在里面，这个也是浴缸和站浴一体式的这样的一个设计，单水盆的。咱们接下来呢看一下它这个独立的洗衣房，这个洗衣房里面竟然有这么多柜子还有水盆，而且这个面积留的也非常的不错。最后的这两栋呢是239万起，占地都是差不多的。有兴趣的请单独找我，谢谢。